Aaron 邱凯伟近日带着老婆与小孩一同拍摄全家福，虽然当天拍摄过程相当疲惫，不过 Darren 也表示这是最棒的父亲节礼物，更希望每隔一阵子都能与家人们留下影像，记录小孩的成长。此外，夫妻俩都非常尊重孩子的发展，虽没有刻意剪过儿子的头发，往后他想要什么发型会让儿子自己决定，而相当有个性的他不太想让别人动他的头发。从照片中可以看见儿子留着一头长发，这次的造型中他还绑了麻花辫造型，对此儿子也非常喜欢这个造型，还开心的跑来跑去，让大家直呼这可爱的样子要不被认成女生也太难。而 Darren 则无奈笑说，我生的是儿子，大家别搞错啦。